做一个英文字母你最中意嘅。好重呢盒嘢。哇哇耶！维他奶山啊！喂，你系搞咩噶？好啦，我而家做一个游戏啦，做一个冇重复嘅英文字母，而系一样嘢你最中意嘅。呢个游戏好似几好玩咁喎。Start！Start 系咩嚟噶？开始啊！开始。我识唔识啊？唔识。我砌俾你睇啦，好嘛？好。嗱，你日睇足20小时嘅 My TV Super， 点会有20小时啊 ？My TV Super 全程启动。错，我啱啱见到一个都系一个英文字母嘅。唔信？我砌俾你。好啦。应该唔系一字嘅咩？一字系。系喎，呢个 I 同一喎，争个头喎。记。系喎，你除咗睇 TV Super 之外，仲玩 Switch 玩，又系玩廿个钟噶喎。咩廿个钟啊？好，题目三。题目三就系。冇错，请你砌出《爱回家》英文。E 啊，冇 E 啊，我以为有咁代替品啦。咩嚟噶？好似个 E 字嗰度啊。Love back home 衫，我回家之开心出嚟。错，我回家应该系 lo and behold。一双手张开可抱拥。好，最后一条数学题，六除以二，呢个系括弧嚟嘅。等，括弧系啦，一加二，识唔识计条数？九，唔系一咩？诶，唔系啊？点解咧？点解一？嗱，一加二系几多？三。咁样三乘二咪六咯，六除六咪等于一咯。等等，点解唔系用括弧啊？用呢个一加二呢个二先至三啦。嗱，呢个二，咁样嗱，你用咗个括弧啊嘛，咁答案三，咁你呢个都系三，点解唔系三乘三咧？但呢个括弧当你已经用咗，真系得一次机会嘅啫个括弧。我要脆嘢咯，啊！头影你杯完纸啊？